大家好，我是滑板高手莫寒。那么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下我的高超的滑板技术啊。好的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搞起啊，走！看我这熟练的滑板技巧啊，左脚滑，找个墙角飞起来，一个完美的侧跳。再给大家表演一个原地起飞啊，走你！哎呀！刚才只是个失误啊，我找了一个新的地方来滑起来，加速，滑板的操作啊，走，起飞，哎，我的滑板呢？哎，你咋走了呀？等等我，哎呀，我的腰键盘呢？刚才只是个错误的示范，我们继续，很好，丝毫没有停顿啊，我们接着滑，马上到我们的关键点了，走，哇哦，哎，我这是咋上来的呀？来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真正的实力啊！我找了一个很高的地方，可以看这个赛道加速，哎呀，很长，又可以拐弯，哇哦，起飞！哎呀，我的腰啊！好的，我们接着来，抬板，起，啊，再来一个完美！哎呀，我的小脚趾啊！前方看上去好像不是很恐怖啊，走！哎呀，我的右手啊！乌鸦坐飞机，一个优美的曲线，哇，加速，弹射！哎呀，我的滑板呢？哎呀，它都磕掉了，不成功变成我们再试一下，滑板来，走啊，滑，哎，下呀，加速啊，很好，完美 ，perfect 啊，起飞呀！谁给我叫辆救护车啊！我不行了。好的，那么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了。再滑下去，我真的要进医院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记得在视频下方给我留下我的评论、点赞、关注，就能第一时间看到我更新的视频了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哎呀，好疼啊！我真的要进医院了。